们看到的是 Cosquio A1 X Pro 它的充电器。当你电源插上的时候，这边会显示一个绿灯。前面的部分，这个就是车子的 Power 键，按下去车子就会启动。Power 键旁边这个就是充电孔，这个是 USB 的接口，可以让你连接手机的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充电孔打开，然后把这个 Power 线插上去，然后它就开始充电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现在这个充电线接上去以后，车子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提示，主要仪表板并不会有任何的提示，也没有任何的显示灯号，所以车子刚买来的时候，充电线插上去，你并不会知道它现在是否有在充电。其实当车子正在充电的时候，它的显示灯会显示在变压器的地方，从刚刚的绿色变为红色，表示车子正在充电，而车子本身不会有任何的显示记号。现在我们把车子的开关给打开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仪表板就会出现数字。那这台车它的油门在右边的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说整个把手可以吹，而是在靠把手内侧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做旋转。当我们去做旋转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值就开始变了。这个在一开始操作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我们在骑摩托车是整只把手在做一个旋转，而在这个地方就只有靠近虎口的地方做一个旋转，而其他地方是不会旋转的，所以这一开始需要有一点点适应的时间。这个是车子踏板的部分，它本身是可以收折的，这样子它就直接收起来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按钮，基本上你可以用脚去踢它，它就会直接弹开。这个是车子刹车灯的部分，当我们刹车作动的时候，它就会亮起，能见度在夜晚的时候还算不错。现在为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折叠收折示范。首先，收折之前，我们要把这两个脚踏垫往上折起。接下来，把驻车架给收起。收起的方式，脚踩着这个驻车架向后拉。接下来握住车子前面座椅肩头的地方拉起，收起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钩子，我们必须利用椅垫后面的这个卡榫，这个卡榫按下去的时候，前面的铁杆会向下压，卡进这个钩子里面，就完成收折。接下来要介绍手把收折的部分。手把最外侧是我们使力平衡的地方，右边手把内侧有一小段是油门，前面是刹车杆。那我们现在在靠手把内侧的地方有一个关节，你往外拉，它就可以向下收折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收折。当整车收折完了以后，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只有一张 A4这么大，推动它、搬动它的时候，它毕竟还是有20公斤的重量，也算是很重，所以我们必须靠下面这个辅助轮。这里有两个把手，这里有两个把手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是这样子去推拉我们的这台车，推拉我们这台车。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扛上汽车车厢的时候，或者搭捷运的时候，就必须这两边一起抓起来。基本上20公斤还是有一定的重量，所以在搬运上不会太轻松。接下来介绍这台车如何去展开。来，首先我们把把手拉杆的地方轻微的往下拉，于是手把就可以撑起。接下来在椅垫后面的地方，这个握杆下面有一个拨片，往上搬，前面这个铁片就会跟钩子分离以后，右手往后拉，左手往前拉，它就会展开。展开的时候，
要特别注意手不要放在这三角形的地方，是容易夹到的。好，收起是这样子收起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展开以后，我们把脚踏踢开。于是我们就可以骑乘了，正常操作，正常操作，来。谢谢大家观赏 DDT 的影片。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这台车小小的一些缺点，就是这台车本身没有锁，所以买了以后出门必须自己再带一个锁。在这台车的爬坡能力不是很强，所以如果偶尔需要紧急状况要吹油门的时候，这台车是爬不太动的。再来，这台车并不是非常的小，所以不是所有的车厢都放得下。最后，如果您喜欢 DDT 的影片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并且订阅 DDT 的频道哦。